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又到创世纪三章一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魔鬼用隐身的方式向夏娃说话，挑动夏娃怀疑神的话，对神产生不满，离间神与人的关系。魔鬼会隐藏在看似美好灵巧的事物后面，诱导人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做事的动机与爱。认识神的爱，明白神的话，才不会上当。天父阿爸，孩子相信你的爱，无论你给我们什么命令，都是出于你爱的动机，为要我们得最大的益处，并且你用行动证明你的爱。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，阳光、空气、树木、花果、食物，丰富的物质世界，亲友间的爱，这一切都是你爱的馈赠。更何况你还将独生爱子的生命分赐给所有儿女，你的确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魔鬼嫉妒你如此爱人，总是想尽办法来离间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请帮助你的儿女扎根在你的话语中，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，不被魔鬼诱导，以致怀疑你的话，离弃真道。让我们在困境中更体验到你的话和你的爱是多么宝贵。请帮助我们时常仰望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，因为你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，不容置疑。夏娃的后代不要再上当，要起来吩咐撒旦退后。神的话和十字架已揭穿了谎言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是属神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疾病不能
神的爱都不能，什么都不能，不能隔绝神的爱，什么都不能。